哋傳媒要反滅聲，所謂何事呢？我哋係會撐明報、蘋果、AM 李小姐嘅。啊，邊個李小姐啊？係咪黃國健話齋嗰個俾人炒咗條氣唔順拉 CY 落水嗰個節目主持人啊？即係打工仔被無理解雇，工聯會唔幫勞工出聲，就反而幫資方解話。不如工聯會改名做支聯會啦。哦，李小姐啊，即係黃定光議員話齋一條小爬蟲啊。誒，李小姐咧，佢係一個傳媒人嚟嘅。咁傳媒係 watchdog 守門犬，嗰啲冇腰骨嘅人咧，先至係小爬蟲啊。守門犬就要戴呢條滅聲帶啦。唉，炒主持。哦，哼，一隻狗倒下，仲有千千萬萬隻狗會吠㗎。咁啊，帶埋呢一條啦，唔爭再換總編輯。哦，拖狗嘅唔同咗，但系洛威娜都唔会变紫娃娃啦。嗱，咁换埋呢条啦，唉，狗粮都冇得你食，等你点肥啊？抽广告，无声狗一样可以咬死人噶。唉，香港人咁善忘，过埋听日嘅游行，仲有冇人记得你哋啊？所谓大众传媒，嗱，传媒就关注大众啦。咁大众你系咪都关心传媒呢？行啦，小爬虫。我好驚啊！但係相對於去驚人搗亂、驚俾人鬧，其實我係更加驚香港嘅言論自由、香港嘅新聞自由一點一滴咁收窄。今天的我，天左滿頭爭。取领词就要敢跨出脚步，无论个处境几困难，我都会同大家一起打呢场仗。李小姐可以咁样大大声声咁样讲呢样讲嗰样，佢有冇新闻嘅自由啊？大家讲系咪？香港仍然有言论自由，有新闻自由，但你睇到过去嘅日子咧，呢、這个咧系越嚟越收窄噶。孤单的路，风。双满步，只想有人同我一起赶路。你有拼劲继续跑，我有意志继续追。要为即系香港新闻自由尽一分力啊嘛！言论自由好似越嚟越收窄紧咁咯。渣打嘅理念系 run for a reason 啊嘛，呢个咪我个 reason 咯。能跟你同上。到立法會的議員在公貿小組方面支持，我就決定了是再不會回去公貿小組的。其實在遊說議員過程之中，我們聽到有議員說局方之所以今次突然撤回文件，是因為怕夠票，而不是怕不夠票。在我心願傾，無論最後有沒有新大樓，我想港台員工的信念和行守的價值不會因為這樣而動搖。環境越艱難，我們越是要做好我們的工作。一起趕路，清風滿途，反面聲遊行，擔遠困，願也分享驕傲，抹去我臉上塵土，將心中苦惱盡收，走上前與你邁步。我哋唯一嘅統一嘅立場咧，就係堅持要捍衞香港嘅言論自由，同埋咧係新聞自由。我哋仲邀请咗陈方安生上嚟同我哋倾下偈，讲下咧新一年啊香港嘅发展。跟住嚟听下下位听众朋友郭太嘅意见先。你陈伟光又好，都好啦，我俾你乜名？帮我齐个顺整水喉咁样。又紧急消息啊，话禁晒嗰啲 black 卡啦，话咁样点好啊？啊？社会的和谐稳定。太觉得好古怪，街坊把口好似换过晒，佢即刻咁大。我讲乜？
你就要听曹操威劈你入咧，你再扎扎跳就咧，勾系唔准你啊，唔准你啊！近四围都系蝗虫，为咗捍卫本土权益，我哋要驱蝗、驱蝗、驱蝗。你啲药会唔会杀错良民，连益虫都俾你杀埋？师傅唔理呢啲噶啦，家阵要一竹篙打一船人啊！动作越大，引力嘅效果先至会越大啊！世局混乱，为师送个法宝俾你睇清时局，你得闲起只眼睇下。哇，好多自由行啊，好多财神啊，佢哋过我嚟买嘢啊，多谢晒，多谢。环球时报隆重巨献电影《自由行救香港》，中央监制，特区政府听话发行。没有自由行就冇人救香港，他们不 shopping 我冇食西北方。自由行救香港史诗式长篇连续剧，唔知有几多集冇得嗌停噃？唔系喎，师傅，好似有个田北辰嘅人话想嗌停喎、啊。中央先系导演啊，你啲咁嘅打杂话嗌停，环球时报就出嚟嗌翻你停，话你自私罔顾中央对香港嘅恩赐。唔系，师傅，网上有篇影评系唱反调嘅。腾讯网广传嗰篇恩主心态嘅文章咧，佢话中央成日将一啲正常嘅动作包装成为名益我哋香港人噶。你用另一只眼睇下。哦，师傅，嗰啲自由行点解全部变晒蝗虫嘅？仲要全部过嚟抢我哋啲资源冇定头啦！同一批演员、本土派导演拍咗做扫黄。嘿，快啲攞中指嚟驱赶佢哋，驱赶佢哋。呢种行为系不为文明社会所接受噶，一个仲话可能会驱控佢哋，因为破坏社会秩序噃。师傅啊，咁同场加映嘅爱字头也有在街头推撞叫嚣，咁点解警察唔话拉佢哋呢？你小心啲讲嘢啊！警方已经有狱警新指引，随时告你阻差办公。师傅，我冇讲粗口喎。你暗示警方執法大细超做政治工具，严重过讲粗口啊！有狱警察声威，仲唔拉埋你？讨厌大陆人咯，太多嚟，太多了，真系。香港是我们中国的地方，他们是卖国贼来的，没有我们内地人来你们香港买东西，你们香港怎么会这么好？整个香港都沦陷咗啦，咁多中国人塞到我哋行，又冇得行车，又冇得搭马，又买唔到。如果没有我们内地人的大力支持的话，香港也许金融危机早就倒下了。我对事件亦都表示非常关注同埋遗憾。我观点嚟讲比较野蛮同埋不文明嘅举动咧，系同我哋主流打击咗香港嘅国际嘅形象。系一定唔会容忍呢啲事件再发生。特区政府咧系会依法跟进。特区政府包括北京即系港澳办等等咧，系上线上纲咁样咧，穷追猛打咧，呢个系不寻常嘅。只係諗到可能是北京部署的一個即係文革式的批鬥啦。個目的咧係除咗係即係警告呢批人之外咧，亦都係包括咧就係話將嗰個打擊面咧係擴闊到咧係包括一啲所謂反中亂港支持佔中行動嘅一啲民主派人士，收到最大嘅效益就係話殺雞儆猴。港人生存冇運行。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咧系大石压死蟹的方式咧嚟到系对付只系150几个港青啦，引发到咧系有人觉得会唔会系个阴谋论咧，就系话其实系抬举咗呢班人，可能咧佢哋下一次出嚟示威咧系会更加激烈，唔排除咧系用武力啊等等嚟到系宣示佢哋嘅不满，就使到特区政府咧系有足够嘅理由咧系可以咧系拘捕佢哋或者系检控佢哋。
我哋唔能够咧未富先叫。譬如你坐车，可能喺地铁里边嚟讲，今呢一班车未必上得到，要等多一班嘅。我哋唔同意要为人口设一个上限。霸占我生活空间，抢尽我衣食住行。香港個社會咧係依幾年咧係越嚟越撕裂，咁今次即係特區政府咧係毫無理由咁咧，只係站喺某一邊嘅人嗰度咧，而對廣大嘅市民一啲訴求，即係話覺得即係香港已經頂唔順啦，即係受唔住咁多遊客嘅壓力，完全冇兼顧到依大部分港人嘅感受咧，係只會使到個社會咧更加分化，更加咧係兩極化。在東莞掃黃，香港有人在廣東道掃黃蟲，哎呀，你明明是客人來的，怎麼說人家是蟲呢？即是公安在東莞掃完場之後，捉住香港嫖客都不會說喊蟲喊蟲喊蟲霸佔我們卡拉 OK， 搞到我們沒腳不得按摩，喊蟲滾回香港啦，都沒有啊，不知多禮貌文明，我拍了一部中國公安2014故事都不会说姓蟲滾回香港啦，不知道尊重我这个過江龍，所以你成日都说掃黃啊掃蟲啊，蟲鬥就在北方，咁夠膽不要在廣東道示威，直頭去廣東省捉蟲一頓。跟住我投資人造蛋咧，真係唔係為咗錢，係為咗造福人群，尤其係年青人。你知啦，家下啲年青人咧中意釣雞蛋啊嘛，啲高官年紀又大啦，曾俊華都話啦，醫生叫我唔好食咁多蛋，所以你哋人造蛋咧就冇事喎。炒埋一碟，兜口兜面掉入個口嗰度，佢哋都話營養好啊。蛋白質高，膽固醇低，口味道啊！好多人咧就問：阿粗人啊，你認為呢個世界上咧有雞先定係有雞蛋先咧？你都傻嘅，我不如問你：將來人類冇雞食先定係冇雞蛋食先咧？梗係冇雞食先啦！家下咁多禽流感變種，所以咧最緊要咧就係保住啲蛋。哇！我啲人造蛋咧，將來會做成薄薄蛋、紅雞蛋。加埋你超人炒蛋，哎呀，真系冇得顶！佢哋全部都系我啲金蛋，将来咧为我孵出啲金鸡。好味道，味道啊！好味道，味道。你估我而家食紧嘅系冰鲜鸡啊，大陆鸡定系本地鸡？梗系本地鸡啦！家下本地鸡卖到成行成市，一枝独秀啊！你话特首而家系咪应该出嚟讲翻句说话？系时候大家考虑一下食翻本地鸡啦，改变一下饮食习惯啦。佢实会咁样讲啦，佢实会话。已经有冰鲜鸡、大陆鸡，再开放埋本地鸡，我惊市场会饱和，仲一种鸡会执笠啊！佢实会连本地鸡啲鸡排啊都抽起晒啦！我唔明白点解而家咧禁售大陆鸡一成四个月咁长，究竟点解呢？我想通了，就是要港人优先计划嘛，港鸡就优先给港人享用先，再加上现在中港矛盾，大陆鸡来到香港捞买本地鸡，很容易搞到鸡群撕裂，鸡啄不断，打成一片。每日我亦搭地铁归家，悠长像列车的轨迹，
这地铁站太拥挤，共你前面小的男人，这月台挤得很，被逼亲近也兴奋。如列车可以下世纪先到站，让期待留在永恒。净系识加价，佢服务又做唔好，成日坏嘅。你加唔紧要啊，你唔好成日坏车。佢好似话夜间维修噶，点解仲系咁多事出事嘅咧？为咗减轻呢个现场咧，我哋亦都同时提供咗免费接驳巴士，等我哋嘅乘客咧系多一个选择。直情好混乱啊！个个话三部车都可以去到罗湖落马，即系上水嘅，点知去咗富士村？我哋嗰、那个今次嗰个住员体嘅损坏咧，实在系同二月九号嗰一次嗰个情况咧系非常之相似。呢个系一个欧洲名牌，不嬲都系用开呢个嘅，实在一个欧洲名牌，系用咗好耐噶啦。可能就同成批货嗰个质素有关系，直到佢全面喺未来依实施到啦吓，佢尽量去更换晒所有啲住员体咧。由此发生的连锁反应，大厂站将会关闭。从那说起，在某日，在某地，或我已喜欢你，天可否给我勇气，全情投入为你，爱到会唱当戏，即使不会为你死。睇下今日揾边个做访问先。等车嘅时间短咗咯，班次系频密咗啲。平时猛卖告白，话自己点样，即系做一个好好嘅企业。但系有事一日成日出事嘅，唔知点解。但能挽着你同离别这密闭车厢沉闷的空气。你点睇呢啲改变啊？点解你哋要质疑我嘅口头承诺啊？你哋系咪唔信得个政府先？唉，阿局长，你去茶楼饮茶攞位都唔会信个知客口头承诺啦。咁梗系攞张飞仔稳阵啲啦。我话明，如果加辣加税率，一定会俾立法会审议噶嘛。唉，对唔住啦，一间你玩语言艺术，话呢个唔系加辣系添辣，唔系调高税率系微调，咁我哋点算啊？咁我系咪讲乜嘢你哋都唔信先？咁你话做局长会冇好下场粉身碎骨呢句我哋信噶？我处理楼市问题绝冇坏心肠，冇阴谋噶，点解你哋唔信我呢？田少话斋，中央叫我哋依法施政，冇话依承诺施政。其实中央话会依法施政，咪又系一句口头承诺。咁有商有量，终极普选，咪又系口头承诺。五十年不变，港人治港够写咗入基本法啦，结果系咪又变成口头承诺？呢好，中央监制，特区政府听话发行。哇，记得咗咩啊？哦，唱歌系中央监制，特区政府听话发行。没有自由行就没有行香港，他们不说凭我们食粉。执法大细超做政治工作，严重我讲粗口嘛？政治工具，政治工具啊！我就系监呢句啫，所以话你咧，所以话你。好，可以嚟过啦，已经，我哋全部嘅嘢都错晒。